泱泱，我临时有事，你帮我主持这次的发布会。不是吧？参加我们的创刊号发布会。因此，我们在竞百的主题以及候选名单中，选出了环球梦的创刊号主题“女神”，请看我们的创刊号封面。心中有一千个女神，但唯独母亲是我们永恒的女神，全世界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女性。她是我们最初的指明灯，也是我们永恒的港湾。希望她的笑容、她的品质，甚至是她的魔力，能够成为引领我们的精神，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，不忘本真。谢谢。提名由你接任他的位置，现在公司已经通过了，你就是下一任传统发行的环球总编。泱泱，其实你已经不需要我了，我带领环球的时代结束了，这段路有你陪伴，我很开心。泱泱，你不用难过，我也不再需要你们了，我有更远的地方要去。如果我要走，我当然要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，让你们继续去坚持奋斗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不要哭，如果你觉得难过，觉得悲伤，记住这种感觉，把它化为力量。等你遇到下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时，记得要把我对你的这份用心传承下去。你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。你就这样替李洋洋做决定，真的可以吗？必须这样。你说他堂堂一个大总编处在这种地方，让人知道岂不是笑掉大牙？再说了，我最近跟他住得挺好的，没事儿。也是，他一个女孩住在这儿，我也不太放心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把她当作女生在看了？很遗憾地通知你们，虽然本人升迁已定，但是在未找到靠谱人选之前，我将仍然是环球体育的主编兼首席记者。耶耶耶！所以办公地址不变，你们还是会每天都见到我。太好了。各位，以后还是请你们继续包含我的坏脾气跟高压的工作环境了。哎呀，不会，来，总监，坐坐坐。哎，咱俩谁跟谁呀？是不是李总监？那你终于要从首席记者上挪开了。想得美，等你追上我再说吧。啊，这次的网络数据出乎意料的好，
大量的转发是从一个写网文的科幻星际小说家那里转发出来的。网文还是科幻的呀？对啊，他们把环球梦的创刊号直接写进了他的小说里，还特意加了一句，借环球梦的一用，请不要收我们的版权费哦。这转发已经超过25万了。那这算不算是免费的广告？嗯，网文天天更新，与时俱进的，还真应该和他们多合作一下。哎，那我去跟他们的负责人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吧。可以啊。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转发，将近30万次。30万？你们看啊，这个微博名叫做“当了妈也要纪念我美丽的一切”，是个非常有名的美妆博主。我知道这个微博的博主是谁。哎呀，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吧，我就经常怀念我单身的日子。你后悔吗？不啊，我只是有时候会很怀念吧。哎，这是我一个小小的避风港，要是我平时太累了想逃避一下，我就会上这个微博发你自己的作品啊。不是啊，这是我另外一个号，没有人知道的，我只给你一个人看。你看这些呢，都是我生命中出现过的重要的彩妆和化妆品。不是吧，你也太无聊了。有时候我就宁愿躲在厕所里研究这些化妆品背后的成分分析表，我也不想面对着一大家子的老老少少。真是无心插柳，狗屎运啊！我们樊总这是狗屎运吗？这都是实力。对，那是实力，樊总厉害。樊总，你们这是要讹上我了？啊，那既然正事说完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哎，别让樊总跑了。经过反复的调查和研究，我们非常民主的选择出了两个旅游的方向。第一，意大利，购物天堂，文艺复兴，文化与买买买完美的结合。第二，巴厘岛 SPA 天堂，碧海蓝天，最适合放松身心。你们这旅游游还做上 PPT 了，这不浪费公司资源吗？这两个呢你随便选，预算呢你也不用考虑了，反正都是你出。咱们只有4天，这么远的两个地儿，飞到那儿看一眼就得回来了，有没有近点地方呀？是啊，我们女生出趟门很麻烦的，4天去这么远，性价比不高啊。群众的呼声。叛徒，叛徒。那你们想去哪儿啊？我觉得就在国内呗，找个青山绿水，空气清新，还能吃点好吃的地方。嗯，没问题，我同意。哎，樊总，你和子怡是不是都穿得好了呀？你俩，我不管，就算是国内，我也要找一个最远的地方，我要远离任何让我想起工作的地方。行，只要你找到我，没问题。对了，阿丹，你把自拍杆带着，出去玩不能那个这样。放心吧，包我身。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，既能疯狂购物，又有美景美食，还能归隐山林、泡泡温泉什么的。想想都美。你呀，别太贪心了，小心最后一场空。说好的去你家吃火锅，什么时候？要是你们愿意，就今天。行嘞，我来约，你准备好家伙。